环已经完全拆掉，需要用围篱围起来，之后会进行施工。里面的树还保留着。这边还有它的规划的情况，应该是要配合四大院。感觉会变成公园或是古迹之类的。里面还有讲到他以前的过程，小时候好像有来过吧，不过没什么印象。对他有印象大概都是玻璃那栋。你是住这附近就对了？对。他从小住到大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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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这个圆环以前有印象吗？在来这边吃东西？哦，还没有，不大有印象。是哦。嗯。啊，他几什么时候拆的？前几天。拆好多天的，过年的时候拆吧。过年的时候拆掉的。啊。哦，效率很好哦。啊。啊，他知道有时候说要做什么吗？做公园啊。公园哦，哦、啊、哦，就变成休闲的空间就对。了解了解了解。呵，多谢多谢。好了呀，要命呀！蚊子管啊，对不对？嘿，啊，之前是好换了好几个，那个经营都经营不起来。对，经营不起来。啊，你们是住这边住很久了？很久了，土生土长，63年了。就从他那个，就是做那个吃的时候到现在这样子。土生土长，63年了。哦，啊你，他后来有说要盖什么吗？嗯，好像说要，有的说想要盖个小公园这样。有人这样讲了，他可是他来到现在没有决定。是跟那个北门那边一起规划吗？还是？是北门那边吗？我不太清楚。我是有听过说他好像他是他女儿住我们附近嘛，他来找女儿，他那天刚好经过，他来跟我讲，他是委员嘛，他有来参加开会这样子。哦。他好像说有讲一下，还有听说是要想盖个小公园这样子。哦啊，所以你是对他拆掉比较当然比较看好。要当时看好啊，本来就是啊，本来就是都空的就对了。对啊，了解。台北是黄金之地，你还在当文字馆，浪费那么多年。好后来很多经营者都经营不善啊。是啊，对，有听说有听说。还有虞美人有看虞美人没有？虞美人也有最后虞美人、啊。哦，他也有虞美人。有啊，虞美也有啊，有听说有听说。有啊，也是经营不简。好，多谢啊，多谢。太好了，真的太好了。是哦，啊，你在那边做生意做多久？五十几年了，啊，就是对他拆，你是觉得好还是不好？啊，没有什么不好啊，都没在营业啊，好跟不好都没有什么感觉、啊。哦，他原本就没在营运啊。嘿，对啊。我看他，对、啊、我之前经过，他好像空很久了。对啊，他就是这样啊，所以你放在那边也是浪费人力，还在那边还要叫保全在那边顾的。哦。那、啊、你现在夷为平地做公园也好啊。就算拆掉也不错的感觉。再回来了，你再重盖也不肯回来的啦。哈。哎呀，人都散掉了、啊。对，以前这边是很热闹哦，嗯，跟那个宁夏夜市连成一条这样，有吗？对啊，没有啦，那个是以前他那个老摊都在啦，现在都没了。老摊没有进来的话，你看都撤掉了，都搬走了，对啊，你就兴旺不起来啦、啊。一些、啊、这圆环本来就是以老店出名啊，啊，你都把它弄成都撤走啦、啊。哦，对啊，人家不喜欢进来啊。然后我看你好像也在这蛮久了，53年哦。对。好，多谢多谢。好，不客气。看起来这附近的店家跟居民对这个圆环拆掉都还算蛮乐观的态度，也算蛮支持的。啊，也希望之后如果这边有机会可以整建的更好，啊，也让这个圆环争议可以有一些比较好的解决。ETV 新闻网特别报道。